我们这种神驾下来盖棺，可能随便点一点，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们在演戏，那个没有关系， nope. 因为人他所会相信的东西，有的人是眼见为凭，有的人是自己要感受才为凭，所以才会有人做这一件事情，要不然就请神明下来做就好了，干嘛还要道士？就因为那个时候人家说长得胖的太子看起来比较有福相，比较有喜欢，比较可爱，对呀、就一直吃了。那可以把自己变瘦一点，可以啊，我们你们家做就可以了，下面我还要这边nope. 好嘞，休息一下，我们都想要念一下瘦的瘦啦，肚子好像有点饿，去吃点东西。吃完之后，刚才去运动哦，那算了，我明天再减肥好了。其实上面的生活跟你们人间有点像，哎呀，就做的事情不一样而已，所以也不是自在生活。就是有时候我们提阿家或者是你自己也会出去玩啊，可是有时候你们就是一起出去玩啊，意思一样啊，出去玩又不是去玩什么电脑还是什么，那就是就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听起来都有点奇怪，带你去一个地方，那里不会是一个好地方。你说要不要一起去探险？阿林哪是差豆哥哥刚才想起，不会啊，那个就好玩的。所谓的赌是比如说赌不好就是真的在赌钱，赌钱不是不好的事，是沉迷的心术不正，不是心术不正啊，就是你已经沉迷赌博了， 你没有赌博你就会觉得心里很难受，那个就不是好事。可是如果偶尔因为你们要增加这个事情的乐趣，所以可以小赌啦，小赌小乐，这个赌不是赌博，而是一个就是你们愿意把这个东西输了我可以贡献嘛，但赢了我就是得到所有人的东西嘛，它就是一个乐趣一个条件。可是如果你今天出去外面跟人家赌博，把自己的身家把自己存的钱都赌掉，那个就是不好的事了，因为那已经过头了。还是有没有听到？所以下次打麻将，我没有在沉迷麻将。你们打麻将那个没有什么，我们就到大会这样子看，他们在玩什么？应该是麻将吧。我们就一块五块这样，那个又不能吃，干嘛要这样子搓？那就好玩呢、啊。那、你们还跑来偷看我们打麻将，那、就无聊啊。那、以后你要跟我讲最近的牌是什么？我又看不懂那个，就是、有几个圈圈，然后上面讲出那个，对对对，讲出一个就好。你跟我讲有几个是这样，你要跟我讲哦。还有一个中，对，还有发财，西北，还有一个那个框框，白板白板，哎呀，那还有那个什么筒子哦。对，就是那个一颗两颗，一颗两颗三颗，啊我也看不懂。还有一条一条，还有说几颗就好。好自摸，然后就把那个牌推出去。就不小心连桌子也推出去了。还是这个吗？闭嘴啦！别扯了，闭嘴。然后他就说不省，这条不省。看很多耶。这有用鬼啊？没有，没有。万一是听说喝了会防测试，这个还蛮好喝的。他会不会？你给他多喝一点，不要留给他。那等一下就会说，那个，那就什么都没要，都要玩的。这个住宅，就是你住的地方是有一个阵法的，所以你在这里住会有一个东西叫风水，那这个就是表示你的风水是好。所以才会做这个山海阵，就像有些人他们会希望背山面海，就是把它挂店门口、家门口这样。镇宅风水，哎，那你，他对道教会有一个执念，就是为什么是由神明下来开光，不是请那个什么法师跟什么道士来开光？法师跟道士是一个职业，所以他们在
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要接指令的，所以他们是以人的形态去做这个职业，所以他们在做开光的时候会有他们那全部的仪式。但因为那个是他们吃饭的一个专业，所以大家看起来的时候会觉得他们比较体面。那我们这种神架下来开光，可能随便点一点，还是说什么子啊什么的，比较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们在演戏还是什么的。啊，那个没有关系，因为那个佛学家他们那个神尊挂在那里，然后把他请上去的时候，上面是一块红布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哦，他就把那个布掀开，看到红子，你们知道吗？外面那个就是佛教是这样，啊，那个会有那个一个和尚拿那个净水洒一下，这样子，懂意思吗？所以每一个人他们在做开光这件事情是一个仪式，不一定要什么，一定要什么朱砂或者是谁开光谁点眼睛还是什么，那个神就已经注定要进去这个神尊了，他自然而然会进去，嗯，懂意思吗？懂，对，法师也是领旨，那、他们可以就代替做像神明的事情。他们领的旨是他们道士的旨，老师的旨，就是有点像跟玉帝，或者是那个讲说，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，要发证照给批准的。嗯，跟哥哥领的旨就不一样。不一样啊，完全不同，那个纸差太多了。等级不一样。嗯，那个 不是你们想的那种，好像这个跟这个一样，它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类别不同。就有点像你今天领的是医生执照，你领的是护理师执照。嗯。它是领域不一样，可是都很重要。哎呀，因为人他所会相信的东西，有的人是眼见为凭，有的人是自己要感受才为凭。所以他们才会有人做这一件事情，要不然都请神明下来做就好了，干嘛还要道士，对不对？嗯嗯。所以就是会分界说，有一群人他是相信以道士或法师来做这个事情，对他们来说比较妥当。然后有的人会想要请神明的神驾下来做这样的事情，对他们来说心里就会比较安心，比较踏实。所以是由其他人，你们自己去选择，你们要怎么样。他没有一个一定的一定要怎么做，嗯，你看，他不管是法师、道士做，还是你们一般人学着我们这样子做，或者是我们自身这样子做，他都是一样。你们诚心诚意的要请神佛来，然后神佛自然会愿意就是入你的神尊，然后帮你坐镇你家中。但是靠那个就是。请奉这尊神明这个人的心意下去感动神佛，然后神佛才会进去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